对这个净宗念佛求生净土，真正一点怀疑都没有。全程肯定地接受，异教奉行的人不多，真不多。这对谁说呢？对净宗学人来说，啊，一般修净土的，他是不是真心的？不是真心啊，真了解了没有啊？他那个信心是古人讲的“露水心”“道心”呐，或有或无啊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他就没有了啊。这也是显示出这个心是动的啊，念头啊，刹那刹那在转。转得太快啊，转的速度我们无法想象，所以大乘法里面教导学人立心意识参啊，我们世间东西叫研究啊，不明了的时候好好研究研究，研究没有离开心意识，还是用它啊。佛法呢，佛法不用心意识，为什么呢？心意识是妄心，心意识就是阿赖耶啊。心是阿赖耶识，意是摩那识，识是第六意识，所以心意识是阿赖耶，就妄心，不是真心。那不用阿赖耶了。不用阿赖耶呢，阿赖耶就变成大圆净智。不用摩那了，摩那就变成平等性智。不用意识，意识分别不分别了，不用它了，意识就变成妙观察智。转八识成四智在华严经上，你就是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，你脱离了十法界了，你住在一真法界啊，一真法界跟十法界在同时同处这很神奇啊，同时同处不同维次的空间就不同维次，如果把维次突破了，你就看到同时同处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维次。啊，所以四徒三辈九品都在一起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所以那个世界是四离无碍，四事无碍啊。啊，那叫一真呐、啊。分别思量语言文字都无法去形容它，为真方知啊，所以说非九界自力所能行解。那么九法界的众生如何能信能解呢？要靠佛力加持啊，佛菩萨
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，而且还细说。我们真听懂了，真明白了，来相信，不疑惑了，叫解悟。啊，不是自己亲证的境界。佛菩萨跟我们说，我们真懂了，真明白了。行人若能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稍生信解，其人必是善根。我们相信啊，哎，这个法法而如是啊，不是什么人创造的，不是什么人发明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有自信嘛，自信有体有相有作用嘛。啊，这华严经上讲的大放光嘛。啊，大是形容它的体，方是说相，广是说作用。啊，自信呢也有体现用啊。啊，体的体现用，那太微妙了。啊，真的是为政方治了。相的体现用，作用的体现用。我们从亲近佛菩萨，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我们稍生信解，啊，生起少分的信解，这信解都不是圆满。这少分的信解，遇到净宗法门，能够真正发心往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依教奉行，至持名号，这个愿望一定能成就。这就是上个人。为什么？他一生成佛了，这就是弥陀一尘愿海。啊，稍生信解的人都能入弥陀一尘愿海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故云转解上根，上根是这么个解释法。啊，可是我们要很冷静客观去看这桩事情。对这个净宗念佛求生净土，真正一点怀疑都没有。全程肯定的接受，依教奉行的人不多啊，真不多啊。这对谁说呢？对净宗学人来说，啊，一般修净土的，他是不是真心的？不是真心啊。真了解了没有啊？他那个信心，古人讲的露水心、道心呢、啊，或有或无。
啊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它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也是显示出这个心是动的。啊，念头啊，刹那刹那在转。转得太快啊，啊，转的速度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32亿8000年。啊，我们这个换算的是320兆，一弹指320兆的念头。你说这个速度多快？啊，所以从这些震动当中，啊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，讲得很具体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啊，种种。色相不相同，原因是振动的频率不一样。振动频率慢的，就变成物质现象。啊，物质现象里面非常坚硬的。泥沙、石块啊，我们现在是变成固体的，啊，振动频率再快一点的，就变成树木花草，啊，变成一些动物。也是物质，比较柔软一点。啊，动作再快一点的，变成自然现象。频率不一样啊！啊，我们就眼前这个例子来说。实际上它包括设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这个我们理解了，明白了，有科学的数据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。弥陀如来呀，专结上根，一生圆满成就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